陈奕迅的 K 歌之王。不好意思，忘记讲了。现场黑，所以举手的时候顺便大叫，谢谢。可以大叫就大叫，把声音叫出来，这样我们才点得到你。不然的话，你们小队就要唱歌了，把你们歌的小队长或者是队服给拱出来。老婆在来停，这边这位穿绿色衣服的同学，好，我因为老婆早泄，不是，我因为常常早泄，老婆真苦。我以为要是唱的要是娘子哦，很好，你们是第几小？好，因为只有八个队伍，所以十二个错。你说几小？二小免疫了。当然大家要努力的去争夺冠军，这样你就可以拿到神秘的道具。没错，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，我们就继续了哦。来，我以为要是唱歌用心良苦，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。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，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。来，你感动。那边那位同学，请站起来，谢谢。嗯，写词的让我充满感动。说唱的。写词让我。那你们举手。我们在那唱什么？错。好，一。等一下，放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我不知道哪一队，你好了。我是唱《醒来你感动》。谁曾经感动？又错了，扣分。他不是他这边。期待你感动。对哦。期待你感动，真实的我们难相处，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。谁曾经感动？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穿小香包。哎哎哎，这位同学，穿小象邦邦，就没灯光。好，很好。好，那是第一小队。第四小队。欢呼一下没？离开排行榜，跟铭心刻骨。我已经相信，有教授我永远。没看到，数一二三啊。我已经相信有教授我永远听不懂。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。
那我就照着做的，照着错的唱，因为这是有故事连续性的。对，我已经相信有教授我永远听不懂，所以我明白在学校教务处为什么会哭。喂喂喂，那边的喂，就是你站起来，就是你，还看后面，就是你啦。我已经相信，有教授我永远听不懂，所以我明白在学校教务处为什么会哭，这是大家大学都不想要遇到的事情。对，关于数字，好，你说。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。你们是吉祥，七小，好，七小也免疫了。这时候我们大家反正有十二个，所以势必会有四个小队有两分以上，也许吧，或许有小队会有很多分，非常非常多分。那总之就是冠军、亚军、季军会得到我们的秘密道具，其他是得不到的。你后面没有错了，大家要听我唱吗？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到要吐，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，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，至少还有你哭。现在告诉我哪一小队还没有得分？三小得了吗？二小，一小也有了，四小也有了，五小还没有，六小还没有，七小有了，八小还没有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五六八危险了，五六八有一个人要出来唱歌。下一首歌是《新不了情》。Sorry. 心若倦了，电被停了。六小要谁啊？可是我不是唱的，可是我没听过，交给你们了。我只是一个中级。后面有没有人会唱？来坐在前面呢？谁会唱新表情啊？过来坐前面，我刚换位置啊，快点。我被那个规范了，没有了。好，那个其实我们时间不够了。那现在有几队没有？六五五根五根吧，六六六先唱。OK， 好。那么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所以我们就不惩罚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讲礼物，但还是没办法。Whatever， 好。那我们就私下再跟道具组讨论一下。那我现在把错误的歌词唱一遍，不用再抓了。对，真的，反正也不会被处罚。要高点。你们觉得他要唱对的还是唱错的？对的，错的。到底是怎样啦？看谁比较大声，就是唱那个。错的很好笑，可以听一下。错的。好，错了。
唱错了。心若倦了，电被停了，这份深情难舍抛掉。曾经拥有你，偷偷尿尿，一不见你，无无意找。这次输赢归到考量，原来伤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学妹，我不知道。回忆过去痛苦的情事有点小，为何你爱来闪到我下掉，爱你怎么难了。今夜的你别再咆哮，越难了情难了了。谢谢，没有时间安可。